下来请继续收看创意理财，尽在运通。好，大家好，赚钱绝对要有专业啊，要事前的规划啊，要有方法，要有工具啊。那今天股市赚钱，我只请问大家，如何掌握八倍？你听清楚哦，我不是跟你谈一倍、两倍、三倍哦，在一个行情的转折，要怎么掌握八倍的获利？八倍，你说张老师你骗笑，怎么可能啊？我让你亲眼见证。那这一趟我们怎么带着全国同学啊？到了七月底10994，我们怎么样规划带着我们全国同学掌握八倍的获利啊？不是开玩笑啊，我把证据拿出来啊，八倍就是100,000赚80,000哦，100,000赚800,000哦，来看亲眼见证哈，如何掌握八倍的获利哈？那这一波我们从10994有没有预告放空？有没有？我们讲过指数400点就是一倍哦，400点就是一倍哦，啊，来亲眼见证哦。我们这一波七月下旬来到10994，有没有领先公开预告反弹把握放空？跟你讲第五波陌生段，连五一二三四五都画给你看了哈。所以第五波陌生段，第一把握放空，第二一定啊必定要向下灌破啊上升支撑线，全面放空啊。结果指数带你赚多少点啊？带你掌握多少点的行情啊？全国投资人800点了、啊，这一杀不仅重挫，而且还破底哦，对不对？好，800点哈，那400点就是一倍哈，所以指数这一波，我们带着全国同学，是不是掌握到2倍的行情？好，你以为2倍就很多了吗？啊，你再亲眼看一下啊，8倍的获利是怎么来的哈？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已经规划第五波陌生段大转折放空啊，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把握带着全国同学，7月30号全国同学见证，9:46，我们带着全国同学布局8月的选择权啊 ，put 啊，买 put 啊，10700年的 put 啊 ，put 是看跌哦啊，买10700年的 put， 当时我们在80附近买，80哦，一开盘9:43哦，7月30号。当天最低还72啊，亲眼见证一下啊，因为我们已经掌握到陌生段，所以要把握，不仅期指放空，指数放空，要好好把握卖权 put， 对不对？而且会大跌哈、啊，所以当时7月30号啊，10700年的 put， 当天啊，我们一开盘80买啊，最低72啊，来亲眼看一下，来导播拉近一点，这就是10700的卖权 put 啊。当时从72哦，自己看一下啊，短短几天，一天、两天、三天、四天、五天，涨到多少？导播拉近一点。这不是我写的哈、啊，这是交易所的数据啊，亲眼看一下630，来再看一下右边，是吧？导播好放啊，拉放大一点啊，看一下啊，有没有？我们当时买的时候是不是在70附近？70-80，来导播这里看一下，是不是？短短5天哦。喷到多少？600多，自己看一下哈、啊，这就是选择权啊，工具的厉害啊。这是什么？来导播，这就是8月10700的卖权 put， 你亲眼看一下哈、啊，这一波我们带全国同学赚多少啊？选择权8倍，那我请你告诉我，你这一波，我不管你买什么股票，你告诉我你有赚8倍吗？你不管做什么，你都没有8倍了，抢白了啦。怎么可能？但是我们带着选择权，因为我们事前已经规划这个行情，陌生段了哈，对不对？陌生段了哈，把握放空啊，所以不仅台子期啊全面的空，那也亲眼看到800点哈，那800点在指数400点就是一倍啊，800点是2倍啊，但这还不稀奇啊，我们的选择权10700的卖权，从72。涨到630，几天，再看一遍，你自己看一下啊。所以今天市场已经不是那么简单哈、啊，买股票算什么？你看一下来，导播。72，你看没？一天、两天、三天、四天、五天，
短短五天涨到630。换句话讲，你一档股票72块，短短五天涨成600块，有吗？可能吗？股票不可能的，对不对？70块涨到100就偷笑了，啊，对不对？股票70块涨到100就偷笑了，但是选择权可以从70涨到630，那你告诉我几倍？是不是8.7倍？所以你当时丢个10万变成87万了，100万变870万了，亲眼看到。所以这就告诉你，今天啊，不仅要掌握转折，还要懂得专业工具，懂不懂？股票市场不是除了买卖股票，还要懂得指数、台指期如何避险啊，甚至选择权如何掌握8倍的行情，好不好？啊，那打下来以后，我们跟大家报告，开始规划逼迫的反弹，有没有？破底翻，进行逼迫的反弹，有没有？啊，所以从8月6号来，全国赖的同学，你只要加入张老师的赖，你通通有，我都会照顾你啊！啊，加入我赖一早，有没有？8月6号 ，AI 城市101491049翻多啊！8月7号，10310拉回再多11.53，全国同学，到了1点钟，有没有？还在10306，你通通买得到啊，通通买得到，甚至8月7号当天夜盘呢、啊，夜盘我们照样发讯息哦、啊，连赖的同学夜盘我也跟你讲哦、啊，10357再多啊，还是多，今天一早同志，300多点了，有没有看到啊？所以你今天跟着张老师操作啊，我们不是每天死多头啊，很多老师365天就告诉你大行情，对啊，啊。7月底也跟你讲大行情，对不对？啊，很多做指数的老师跟你讲大行情，拉回多，结果害你赔了800点。800点是什么意思？800点你就是10万赔20万，你就是100万赔200万的。你不仅本金赔光，你倒赔一倍。所以很多老师从7月底带你做指数，天天喊多，现在已经没有脸见人了，电视都不敢上了，你懂不懂？害死人了嘛？那你跟我张大文，我只问你。不要说我带你赚多少钱，我会不会害你？我7月底全国是不是唯一领先预告转空啊？啊，我会害你吗？800点我会害你吗？你听我的话，不仅800点是你的，2倍的行情；你听我的话，我带你做选择权put的，还大涨8倍，我不会害你的。那打下来，我跟你讲会逼迫反弹，有没有？149翻多，310加码多，357还是多，今天300多点。哎，又快要一倍了，又快一倍了，好不好？所以赚钱并不难，第一要有专业，要有规划，还要用工具，懂不懂？所以今天金融市场除了买卖股票，你还要懂得指数的操作，甚至要懂得选择权利用。所以一波大行情，你看8倍，10万变80万了，懂不懂？这种钱你不赚，你要赚什么钱？好不好？好，到今天翻多又300多点了哈。好，我再讲。大户 AI 城市哈，它的最大的好处就是明确的讯号，同时预判力道。那我讲过指数的操作哈，你每天不要贪心啊，你听我的话，每天掌握50点哦。我今天不要跟你讲几百点哦，我不要跟你讲做5口10口什么满仓哦。很多做软体做指数老师每天啊，什么上多下空接满仓，哎，讲这个话不负责任的啊，还接满仓呢？你把会员当什么？当赌徒啊？啊、哦，满仓是出人命的，这一波你做多赔800点，满仓，对不对？要逃命的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要出人命的。所以我讲过，你每天一口掌握50点，你一个月，你就不得了了，对不对？像保证金啊，8万多9万了啊，大概9万了，那你50点，一口就1万呢，你一个月就是20几万的收入哎，对不对？20几万呢，那你9万就这样，也不要多。9万，一个月就20几万，对不对？5个月是不是100多万？你看你几倍啊？但是不能贪心，必须要有专业的工具。所以为什么要有 AI 程式？明确的讯号，预判趋势力道。来看今天 AI 程式怎么操作的哈？今天一早开高哦，今天一早开高、哦，所有全国赖同学通通有。一早开盘10463短空，来看一下啊、哦，看一下、哦、AI 程式一早开高哦，8:47哦。有没有明确的讯号？明确的方向，8:47，明确的时间、讯号、方向，来看一下，亲眼看一下哈。你不要说张老师，对不对？哦，你这么准，来你自己看一下啊。
今天一早开高啊，是不是空讯？来，时间看一下，8:47呢，10463空哎，一早开高，你懂得空吗 ？AI 程式不跟你啰嗦哎，10463转空哎，下来获利多少点？啊，看一下，是不是70多点？啊，是不是70多点？所以一早8:47，一开盘空讯，下来是不是70多点？啊，是不是70-80点的行情？接下来有没有看到趋势力道开始怎样由空转多？有没有？来，到了9:22，因为亲眼见证9:22，10416怎样反多？反多，一早开盘先空下来70-80点，到了9:22哦，反多。我讲白了，你很多老师跟着你跟很多老师到9:22，到底做多做空你还搞不清楚。你的老师反正每天都跟你讲多方关键价、空方关键价、什么周关键价、月关键价，讲了一大堆。做多做空这边啊，还要算，还要算关键价。你到9:22你还搞不清楚，对吧 ？AI 程式今天一早8:47，对吧？463空下来，看到没有？70多点的行情。接下来9:22，10416翻多，上来多少点？上来多少点？50多点。今天早盘在9:30之前 ，AI 程式先空再多，8:47463空，是不是70-80点？9:2210416翻多，上来50多点。今天9:30之前空多两趟，140点。下班了呢，你今天可能到了收盘你还搞不清楚的 ，AI 程式就这么简单的，一早先空463，向下操作，杀了70-80点，9:22416翻多，有没有？所以我们带的同学9:01有没有？9:01有没有？今天短线拉回来400附近，再叫你低阶买多，为什么？拉回来翻多嘛，拉回来翻多嘛。对不对？所以挂400低阶买多，9:01，到了9:06还跌到390的，有没有？所以今天拉回来接多的同学，400买多的同学上来，是不是也有70点的行情？先空再多，清清楚楚，一目了然。最好的优点，不要猜，不要赌。你跟很多做指数的老师，每天在那边猜高点低点，做多做空不知道，每天跟你讲关键价。啊，多方有多方关键价，空方有空方关键价，做多做空不知道，所以每天那边猜，对不对？什么上多下空接满仓，这个我跟你讲都是，对不对？打迷糊眼的，啊，这是鬼混的讲法。AI 程式操作就是很简单，空就是空，多就是多，8:47，空就是蓝色，一空到底，9:22，多就是多。上来50多点，先空再多两趟100多点的行情，完全不要你猜，完全不要你赌，所以这么好的对明确的专业工具，才能帮你掌握到获利的关键嘛，好不好？那操盘大师到你家，跟着我们一起发计划，好不好？软体、电脑啊，日盘、夜盘，通通有，聚会加教学，好不好？今天先空再多两趟100点的行情，完全不要你去猜。只要你跟着大户筹码去操作，就这样而已。再来看股票哈，你看看股票哈，我股票很少哎，我们就集中哎，对不对？主力筹码嘛，到底多还是空嘛，对不对？主力进货出货嘛，这一路一路从70多块，甚至80多块一路拉回来，叫你对全力向上翻多操作的事情，一再跟你讲，今年5G 对不对？商转的元年呢？明年爆发，所以今年中美贸易冲突，我不管你对不对，川普如何啊，这个打压华为，欧美大厂晶片不卖给华为，那华为怎样就要宣布倒闭吗？不可能嘛，华为已经是全世界对不对这个前三大的智慧型手机啊，啊，那你既然不卖给他晶片，华为当然要发展自己的晶片嘛，那他 5G AI 的技术没有，他要跟谁？当然找台湾的 AI 大厂合作嘛。但世芯就是我一再跟你讲，在5G AI 晶片，世芯的整个团队就是来自矽谷嘛，对不对？
所以 AI 晶片势必啊，中国大陆会跟四星来密切的合作，所以在晶片的四星未来商机是很大的。说从70多拉回80多，告诉你拉回还是要买嘛，自己看一下今天四星已经涨成什么样子。今天一早9点多，对不对？今天一早9点多，对不对？全国同学通通有，老会员、新会员，9点多，赶快加码，赶快加码。结果呢？2个钟头让你买，买完以后呢，到了11点、11点半以后呢，亮灯涨停锁死了。你看看，四星一路从70多、80多，今天四星呢，再创新高。所有今年这3个月跟我买四星的人，对不对？今天是不是通通赚钱？是不是通通赚钱？我是不是让你通通赚钱啊？不管这2、3个月你买在哪里，70、80、90，今天通通赚钱。但是如果你跟别的老师呢，啊，对不对？上礼拜很多的股票到今天说穿了还在套牢，这样你懂吧？啊，所以买股票不是套牢的啊。你如果我们全国同学现在手中持股就这么2、3档啊，你不要搞错，我不是10档、20档。很多分析师很好笑，每天一分析股票，看好5大族群，哇，吓死人了！什么哦，5G 族群呢、啊？什么 AI 族群呢、啊？自动化族群呢、啊？电动车族群，很多老师这买股票是这样买的，看好5大族群，然后每个族群又推荐5档，一买就是20、30档股票，然后20、30档只要1、2档涨就拿出来跟你吹牛，其他20多档通通套牢，你这样不会赚钱的。你去问我们全国同学，手中持股就这么2、3档而已啊。四星是我们一路重压的股票，今天是不是再涨停？今天是不是再创新高？整整涨了快50%了，我跟你讲，还没涨完，好不好？四星要涨到哪？四星要喷到哪？好不好？你跟紧我张老师的脚步，好不好？我只告诉你，四星还没有涨完啊！再来，玉军光从200多送给你，对不对？涨到450，拉回390，拉回还是多。跟你讲，今年光学镜头，那玉军光它有很大的一个优势，它以前前置镜头得到了 iPhone 的认证。那真正的大生意在后置镜头，所以以前后置镜头对不对都2颗、3颗、啊、前置镜头只有1颗、啊、所以后置镜头以前是大力光的天下，但是玉军光它后置镜头今年已经得到 iPhone 的认证，所以换句话讲，后置镜头的订单它也拿得到。那你大力光几千多块，那我玉军光为什么才几百多块，对不对？何况玉军光7月的营收暴增70%啊，我跟你讲，所以玉军光的效应要出来了。所以玉军光第一波大涨100多块，拉回我告诉你还是多，股价还会再创新高。今天玉军光有没有创新高啊？投资人，张老师没有骗你吧？啊，你看看玉军光今天有没有创新高？从200多，今天呢460，再创破断新高。所以你看张老师的股票，大盘今天有创新高吗？还早嘞。但我送你的四星今天创新高，我送你的玉军光今天创新高。所以我们买股票，主力大户进货的股票它是涨不停创新高的，懂不懂？不会让你套牢的。再来神盾有没有转空大跌，跌到202，告诉你啊、哦、它打入了对不对三送 Note 10的供应链。那 Note 10啊、哦、我讲过三星是中美贸易冲突最大的受惠者，对不对？所以三星抢进华为的市占率，那当然它的供应链要受到对优惠啊，有受惠嘛。所以神盾拉回来告诉你转多，今天看看神盾有没有创新高啊？啊，今天神盾看一下有没有创新高，很奇怪啊，对不对？神盾今天又创新高了哈，又创短线的高点了哈。那神盾有没有办法突破前高？让我们慢慢看下去，你跟着我做就对了，好不好？神盾10张又30多万了、哦、那升阳半我们前一波送给你，对不对？今年还有一个 TWS 无线蓝牙耳机，就是 iPhone 卖的大卖啊，大卖。那升阳半就是无线蓝牙耳机，对不对？博化晶圆的供应商啊，第一波段40涨到70，涨了快80%哦。错过升阳半呢，是不是送你升阳半2号？升阳半 Number Two 跌到120多块啊。今天亲眼看一下哈，今天已经147了哦，147了哦，好不好？它会涨到哪啊？它会涨到哪？升阳半2号，好不好？同样是无线蓝牙耳机，
而且这家公司还打入苹果一线供应链哦，苹果哦，森洋伴二号，再来森洋伴三号，同样无线蓝牙耳机，同样打入苹果供应链，有没有？哦，买股票都要买有道理的，有根本的，好不好？股价从50多块，告诉你主力翻多，今天看一下哈，股价今天再创了短线波段的高点哦，来到六字头哦，来到六字头了哈，今天已经来到六字头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好好把握。那这一波大盘啊，逼迫反弹，到底要涨到哪，好不好？不要猜，不要赌，好不好？那跟着张老师的操作，那178，我们一起发带着你操作的计划，不论指数加股票，软体加电脑，日盘加夜盘，啊，我们还会有专业的聚会跟专业的教学，操盘大师，把他一起请回你家，好不好？帮助你成为市场最大的赢家。哦，免现金的时代来临了，接口支付 LINE Pay 拍钱包全额折抵无上限， UU Pong Happy Go 80点现折20元，绑定亚洲万里通每趟回馈10礼数，立即开启55688 APP， 点数折抵最划算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股市要赚大钱，要掌握倍数以上啊，2倍、8倍的获利。除了方法，除了专业，还要懂得用不同的工具，懂不懂？掌握八倍的获利，不是买卖股票就有八倍哦。除了指数，甚至要懂得选择权啊。所以这一波你看看，我指数400点一倍，我们99是已经预告陌生段把握放空，指数800点是2倍哦。但是你看看我们布局选择权1070的卖权，从7月30号72导播拉近点，72啊，短短的一天、两天、三天、四天、五天，你看看涨到多少？630了。来，你看看右边的报价，那吓死你了，导播，短短五天从100不到，喷到600多啊。换句话讲，你买一档股票70几块，五天涨到600多块，你相信吗？不可能嘛。但是选择权它就是有这样的功能，好不好？短短五天亲眼见证8倍的获利啊，这所以这不是吹牛的，但是你要懂跟专业的老师，好不好？那指数告诉你会反弹，所以从149对吧，310、357告诉你逼迫反弹，今天300多点了哈。好，那短线 AI 城市今天一早是不是一早463先短空，463先短空，接下来10416翻多，来亲眼见证一下，
今天一早8:47，463先短空下来，是不是杀了80多点？9:22，416翻多上来，哎，50多点呢。所以今天跟着 AI 城市一早9:30以前多空两趟白点的行情，了解吧？啊、哦，今天拉回低阶400，是不是也让你掌握到70点的行情？好不好？好，短线到底会反弹到哪里？好不好？跟紧操作，那一路送你的股票四星，一路一路叮咛，一切拉回都是买 AI 啊，都这样大行情啊，四星天天跟你讲，讲了2个多月了啊，今天亲眼见证，早盘9点多，全国老同学新同学全力加码，不啰嗦，买完又是强喷涨停，好不好？四星要涨到哪？赶紧跟紧我们的操作啊！那今天一起发计划。带着你，好不好？不论指数、股票，把操盘大师到你家，软体加电脑，日盘加夜盘，好不好？好的工具，把它一起带回去，帮助你成为市场的赢家。把操盘大师赶快请回家。公司与所推荐分期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